生儿
喇叭一杆当，二二二二二二，但是我人无一好，准备着巧装改扮如此朝，但愿得让你乱着龙宫龙宫龙，此去杀贼将行抽藕包官叫他天王回回踏踏无处逃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是笑死你。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摸门儿，你的狗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这不他。赵子，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是伤风了吗？老子给你好好考考啊，罚罚、哎、老子不在乎，老子是太上老君大路里边的孙大圣。お前も我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なんでここでだ。那是太君的宝贝，呸！那是观世音菩萨，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全都是贼！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催促催银了。另外，据我懂，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过河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我看，不把桥给炸了，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
Come on!
拉你上来哦。太君，你还学会日本话了你啊，八嘎，你还敢骂我，我就会教你骂。家臣把锅烧得火光，八嘎，好嘞大勇，好嘞，我在那边火腿子。戦いかぎり村の人を殺すぞ。おい、太君，
哎呦，要开！小孩，那里有水，有水的地方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西瓜，在那儿。Thank you.